今日一战，所胜者不足是人。这些战死者和王勃一家一样，都是我北凉子弟，但他们身份不同。王勃一家是普通人，而凤字营是军人。 军人的意义，就是用自己的血和剑，保护像王勃一家这样的普通人平安无恙。所有的这些牺牲，我记在心里，我很难过。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这么选，因为我无法逃避，我也不会逃避。 自始至终，我徐福年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一同面对上司。能与世子并肩作战，是凤子营的荣耀。